Silent Before You。 下一首我们有一 Romeo， 有林碧胜先生为我们唱一支大家蛮熟悉的歌，叫做《榕树下》。林碧胜是一个才而不露的君子，我认识他好久了，可是从来不知道他会唱歌，直到这一次我们要表演才知道他唱歌唱得这么好。所以他这次要为我们唱《榕树下》，他的夫人黄秀娥要伴舞，还有李瑞麟、杨燕纯、林秀南及我们的安芳老师都要为他伴舞。所以让我们鼓掌欢迎林碧胜为我们唱《榕树下》。Okay.
的。谢谢谢谢。我们下一个节目是由秦春夫先生为我们唱《海鸥》。秦先生在他退休之前，曾在我们亚特兰塔经济文化办事处做秘书，现在他退休了，刚刚才从台湾回来，所以退休的时间是自己的了，所以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他刚刚才从台湾回来，所以我们非常欢迎秦春夫先生为我们唱海鸥。 Our next program will be performed by Mr. 秦春夫 before he retired. Mr. Chen served as secretary for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in Atlanta. He will be singing Seagull for us. Let u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for Mr. 秦春夫。甚至感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所以他希望在这次大家能够更这个团体能够更捐壮，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重阳会，因为重阳会需要你们，所以他希望在我们欢乐的时光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以后，还以后还能够常常来，能够下次能够再相聚，所以他期待以后的相聚。施妍希还有李瑞麟还有杨彦成和我将要为他伴舞。 Our next program is performed by Tom Ji, who is going to sing a Taiwanese song for us. He is looking forward, the name of the song is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Again. He will be accompanied by Nancy Shi, Irene Lee, and Peters and me for the dancers. Happy birthday, okay?
愉快的一个晚上。所以我要请安芳先生老师到这来。不是你，不是你。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由安芳老师策划的，你可以想想，等一下还没讲完，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安芳老师策划的，然后你可以知道，我们都不是年轻的孩子了，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学我们的跳舞，学我们的唱歌，然后安芳老师每一天都跟我们一起来教。一遍一遍的教，错了再改，错了再改，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安芳老师，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晚上的节目。所以我们大家鼓掌，谢谢安芳老师。我只要讲一句话，我非常的感恩，谢谢重阳会对我的信任、鼓励跟支持，还有每位会员的合作，同时非常谢谢您来观赏，您的捧场，您的掌声，感恩，谢谢。这个是出乎我意外的。我们下面我要请陈兆刚陈教授到前面来。陈兆刚这一次是我们的总策划，所以有很多幕后的工作你们大概都看不到，都是陈兆刚教授为我们在后面忙忙碌碌的，多少人卖几张票，哪个贵宾，很多的事情都是他为我们策划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请大家鼓掌谢谢他。另外我还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吴董事长，他是我们的大领导，所以我们什么开会啊什么都是要经过他的同意，所以他也不能够逃开差，所以他每次我们做什么都要他都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对我们的指导是我们实在是不可以忘的。所以吴董事长请你到前面来。我们大家谢谢吴董事长。好，谢谢谢谢。另外我要请杨彦辰到这来。重阳会在增加了很多的活力，增加了很多的新生命。他来虽然有一点点 bossy， 叫你做这个，叫你做那个。假如不是他的邀请，我也不会来。所以他真的是为这个公益团体出了很多力。再说很多的细节都是他来做的，像那边的重阳会的点点滴滴都是他整理出来的，我们的桌布多少人来谁坐哪里，哪里哪一个团体坐哪里，这些都是后面很多的细节都是他们的。像我们今天的那个桌上的花也是我跟他还有施小姐施妍希，我们几个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做，可是我们就尽量做，结果希望弄得还不错。还有气球，所以假如你们喜欢桌上的花的话，我们可以义卖一个5块钱，所以假如是要的话来跟我们说，我们这样的话也帮助我们重阳会的成长。所以我们谢谢杨彦辰小姐。在下面我们要请李燕李瑞玲小姐到这边来。李瑞玲小姐这次我们的舞台指导，而且我们这重阳会这次
办这个事情，很多的你们看桌上的 program 这些灯这些技术program 的 design 这些都是他做的，所以很多幕后的事情我们外面看不到，可是细节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的晚上的节目也是穿穿出他很多节目都是有他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李瑞林小姐为我们这个团体所付出的一切，谢谢谢谢。OK，现在请纪国芳先生到前面来。我刚刚说过，安芳老师教了我们的很多跳舞，跳舞没有音乐怎么跳啊？都是纪国芳先生为我们印一遍再一遍，然后不然不但如此，还让我们把影片带回去，让我们再回家练。而且我们每一次练的时候都要又不对了又要重弄，都是他弄的。今天的节目的音响什么都是他搞的，所以他为我们这次演出花了不少的力，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激他。我们谢谢纪国芳先生，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很多幕后的人，像秦章，秦章在吗？在这里。秦章，还有费鸿生、费鹤生先生，他们帮我们做摄影，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少的。还有我们我想哦，什么？张爱黎为他，因为他们两个不能来，所以张小姐为我们摄影，所以我们谢谢张小姐，谢谢谢谢。还有我们所有我们的团员，我们感谢你们这次来参加，给我们团员一次很大的机会，让我们不但能够学到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能够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多的愉快。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对大家敬礼。最后，我要非常感谢我们整个晚会的灵魂人物毛白琴，我没有花，我送他几叶子好了。我觉得这次参加给我心里带来了很多的愉快回忆。以前的时候看到，我小的时候看到老人我都是很害怕的，因为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老人尤其是老太婆都是弄一个啾啾在后头，我看着我吓得就跑。现在自己变成一个老人了，我想我希望没人看着我没有跑掉。不过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要敬老，要尊敬老人。所以这次的参加重阳会，我觉得给我带来深深的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说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还有现在我们也请周双韵小姐到前面来，因为我们重阳会的合唱团是革目一新，比跟我们以前的合唱团虽然是在山上算有名，可是没有说做得很出色，可是这次经过周双韵小姐来带领我们的合唱团，我们实在是进步了非常的多。太小了吧，可以了，可以了。因为唱歌的人多，大家都愿意给他一些花来谢谢他为我们的服务。我差点唱玫瑰玫瑰我爱你，我也要玫瑰，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留的一个最精彩的在最后边，我们下一个节目。
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媒体《世界日报》主任记者叶国超，谢谢你。《联合报》《神州时报》社长叶有庄先生，《美洲》姜维先生，大纪元，我们谢谢大纪元是吧？168网络，我们谢谢还有亚特兰大新闻，还有新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谢谢各位媒体的帮忙。我们现在最精彩的节目到了，抽奖。哎，我们是不是你们要我们过去的那个？等一下，等一下，这会长要照个相片。哎，那个叫赖佩九、孙正基，拜拜。孙正基，我们。还有我们的董事孙成基，我们以前的董事康威博士，李玲女士在不在？李玲，来，我们以前的。还有哪一位？看看，姚花花不在。好，哎，来，处长主任，我们请处长。他为你就我在中间，当后面的，让这个光给照到。好。现在开始抽奖了，后边的人呢？这是 radio quarter， 是那个处长捐出来的。号码是四五六三五五。快一点，我们就开始颁奖。456355，哪一位？耶，我那一桌。OK， 我们开始再继续抽，我们希望快一点。抽过了，拿到了。第二个是45592797。
45527，请到前面来。啊，这是一瓶酒，是水晶。那个是那个啊，莲花叶友庄社长捐出来这个。OK。